据台湾媒体东森新闻云报道，艺人陈妍希和大陆男星陈晓因戏结缘，交往后进展神速，交往不到一年就论及婚嫁，将在七月举行婚礼。小两口抢先在5日与大陆合肥领证结婚，正式成为夫妻，同时宣布已经怀孕3个月。才新婚一天的她被网友直击独自飞回台湾，在飞机上还拿着手机不停地看着新婚照片，散发出幸福的氛围。陈妍希5日牵手陈晓现身大陆合肥领证结婚，银色情侣终于修成正果，粉丝纷纷献上祝福。而6日才新婚一天的她就被网友直击独自搭机返回台湾，她在飞机上没有放下手机，从照片中可以看见她手机里是她和老公的领证照片，一片红色，看起来相当喜气。目击这个画面的网友也忍不住说，明星也是普通人，结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幸福快乐的事情，淡淡的幸福氛围感染了所有人。